中医师就建议哦，可以喝点中药茶饮，温补的话又可以把黑色素赶出体外。炎炎夏日，皮肤就这样摊在阳光下，即使防晒工作做得再好，难免都会变黑。除了狂擦美白保养品，最根本做法就是把黑色素赶出去。中医师建议可以选择滋养腑脏、调理气血的中医茶饮。如果是黑色素沉，比如说我们晒一晒太阳啊，去沙滩玩呐、啊，那这些阳光的折射，这些让我们利用一些茶饮来喝，它是可以帮忙的。首先准备黄精、牡丹皮、玉竹还有玫瑰花放到茶壶里，再冲热水把它拌匀，喝起来酸中带干。而除了中药茶饮，动动手按穴位也能美白。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管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这种啊脾胃啊系统的、啊、比较多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用的是这个合谷穴。首先可以按压食指跟拇指中间的合谷穴，可以解除脸上的黑色素沉淀。再来是可以排毒素的曲池穴，接下来可以按压调心火旺的内关穴，不但可以解毒素，还可以调气血。而现在小姐很多都是有指甲的哈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按，那配合呼吸。美白的 paper 百百种，挑选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才能让美丽更加分。更多资讯请参考台视网站。记者林佳琪、陈宇范台报道。今天。